块料子，我先用那个手上的衣服来介绍，它很冰，它现在在我的冷气房里面摸到会冰的感觉。它是一个螺纹，很细致的螺纹，高弹的一个冰凉的薄套装。那裤子的部分呢，它有做两层的那个小花包的感觉，然后呢一样这么大，你自己绑。然后它的腰可以到我的胸，所以没有所谓的身高限制卡裆的问题哦。它在这边是利用这种铜扣，所以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。再来，裤子有个小细节，这边有个小叉，这个叉我觉得不太影响大家，因为呢也不是太大，所以呢也不会太浮夸或是太难搭配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，就你看到这么弹，然后超级冰，我就只有一个冰的字形容这套衣服。放出来它就是比较宽松，看你去的地方你想诠释的感觉哦。好，来，所有穿好的话就是你们看到这样，袖子是走这种比较寒风利落的长度。好，你不喜欢的人就稍微卷起来，卷个两三折吧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它走一个飞鼠，然后SML 叉 L 二叉 L 都可以穿。重点是这件是怎样连帽的，很可爱，这件叫做绝对要买。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弹性这么大，大到你要拉斜肩都可以。好，它就是一个非常亲肤的一个 set。